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皇帝，虽有些功德，但明治王侯名绝一气，所以故纵横天下30余年，群雄皆灭，只有江东孙权，西蜀刘备未曾剿除。今故并非不能再与亲等共事，世人昨日看错我曹操，今日又看错了，也许明日还会看错，可是我仍然是我，我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。死不可怕，死是凉爽的夏夜，可供人无忧的安眠。